祝祝节哪个民族的节日？祝祝节一般指达努节，又被称为二九节、祖娘节、祝祝节、瑶年，是我国瑶族的传统节日，举办时间为农历5月29日。祝祝节最重要的活动是打铜鼓、跳铜鼓舞，最佳的舞者还能得到鼓王之美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斗鸟、赛弓箭、赛马等活动。入夜会将所有的火把、灯笼点亮，还会跳只有瑶族人才跳的星狼铁酒舞，包括猴骨舞、猎兽舞、开山舞、南瓜舞、采茶舞、丰收舞、花伞舞等。舞罢，青年们还会对歌，有的男女青年因对歌而定下了白头之盟，老年人则集体唱起了《汨骆驼颂歌》，用歌声来表达对汨骆驼的敬意，每唱完一段便集体举杯畅饮欢呼，一直到深夜仍不肯离去。